想找跨国婚姻的朋友要注意哦，要多了解家庭背景、语言文化还有风俗习惯。如果我想找人介绍呢？可以上网查询合法的团体哦，多询问比较服务和收费项目，要签契约才有保障。结婚后要多沟通、多尊重，才会幸福哦。跨国婚姻要幸福，媒合服务要慎选。